大家吃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好哈。今日这节课是这个法制法务工作的报告啦哈。我叫这个我的名哈，曾敬言，我的名。啊，这节课要讲的是执政的准备啦，执政的准备哈。面对讲，应该过一年了吼，都可能会有美军的可能会入来，啊有可能会接管的问题啦吼，所以咱要有这个执政的准备。啊，执政的准备，大家唔知道有一个方向无，还是这个信心无，有无？有。啊，恁的方法是啥物法？有啥物方法？有无？有方法无？叫你去换一个，换一个船啊，换一个海关啊，还是换一个什么款？有办法无？换一个安检啊，好无？黄志明啊，有无？迄个黄志明啊，有看最近的新闻？会发生迄种代志未？哈，会未？清楚啦吼。那那爱有办法啦，就是一本笔啦。捌听过无？什么叫一本笔？一本笔啦，唔是本利笔啊，这唔是股票啊吼。你若会晓，你如果懂得这个东西，这看有无这？一本笔大于一，啊，这个符号看有无？那看有，恁就算讲及格啦吼。要去做迄个官，你就看得懂的话，看得大意这个东西看得懂的话就及格了啦。啊，而且内容你身边还在不？一本比大意啦，一本比这个根据是你公民权利法第二十九条，恁手内有册无？你甲掀开第二十九条。二十九条吼，伊咧讲啥吼？在美国军事政府完成授权台湾民政府将你这個台湾行政立法司法过一年起啦吼，法制法务部及所属的这个前责机关啦吼，应将其机关单位的税出概算啊，依一本笔的大小哈，排列这个优先的顺序哈，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议的参考啦。但税出概算所采取的财务支出计划一本比小于一者不得执行。重点是这句话啦吼，你的财务支出计划呢小于一的话就不得执行啦。啊，这黄志明迄开几啊亿、几啊千万买来车，底下拢无用嘛，报废了嘛，迄就是一本比小于一啦。啊，伊这种行为有犯罪无？牙手者有诶牙手，吼、哦，要食饼咧，我咧讲，你甲想吼，伊有贪猫无？无啊，伊买一台即个检验车啦吼，啊到尾都无咧用嘛，啊当然囥伫遐囥囥来生生爆火去，安尼伊有贪污无？贪猫啥？我即钱讲会出来未？无人讲会出来啦，你没有证据啊。就我买唔到物件，安尼算贪污吗？哦，啊，你爱证据哦。证据也不一定嘞吼。单纯哦，我即马讲内底无只物件吼，等你买一个物件，买唔到去判去，啊，这安尼有犯罪无？这个没有犯罪哈，这个只是不当而已嘛。啊，但是那是有这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安尼，都会有问题啦。因为你这个无效的物件嘛，所以你就，
你佫佫袂安尼吼，那就会发生问题哦。我佫讲一下吼，这个效益跟成本的比啦，一本比大于一的计划表示讲整体的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嘛，啊有实施的意义嘛。一本比越高的话，越大的话，表示讲计划施行的效益越高嘛，越值得施行。啊，会当你若真侪机会，你心计算的时，是毋是真侪案？啊，你要啊预算无够啊，啊你打一个案子要甲删掉，啊？哦，加爱删掉吼，即个讲排列优先顺序，即拢免画排拉瘾啊！你都你这一本比算出来都遮歹咧，吼、哦，都了钱啊！你都直接就删掉了，安尼议会有好做无？啊，有无？真好信嘛吼，安尼真好信嘛，你免画排拉瘾啊！即马拢画排拉瘾啊！啊，这一本比变哪算？咱有一个十五期的通信叫廖鸿毅哈，伊是财经专家哈，伊设计这个物件。第四象限 ，S 轴跟 Y 轴，这捌看啦哈。S 轴跟 Y 轴，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哦，以前这个中华民国物件拢是国家讲这个第一象限的物件，伊无讲这个二三四象限。二三四象限是啥物话？第二象限是讲说，这个是正向的投入啦吼，投资啦吼，啊，这个是收益，投资加，啊，收益偌济安尼吼，啊，这个比啦，这比呐大一就是表示讲就，会做哩嘛，啊，你若是讲，这边呢，这边叫啥，负的投入嘛，啊，但是伊嘛是正的产出，就讲啊，这厂房吼，多了一万平吼，啊，这无利用，啊，甲出租，啊，就租金的收入嘛。哦，啊，这就是这种物件。啊，第三象限是讲做，哦，这个较麻烦一下，我举个例子啦吼，我先解释一下。第一象限是主要在说明吼，正向的投入跟正向的产出啦。比如讲，你若投资这个300万吼，要经营这个 Seven Eleven 吼，啊，产出一年营业额，比如说600万啦吼，啊，最后可以赚120万，哦，安尼就表示讲，安怎？这样会做你哦，啊，这个正向的投入跟正向的产出啦。啊，第二现象哦，只要你讲负向的减缩跟正向的产出啦，例如这缩减工厂的规模啦，啊，卖出或是分租多余的厂房设备哦，所产生的正向的产出，例如缩编使用率偏低的一万平的这厂房哦，它可以创造出100万的租金，哦，而且。厂房啊，就比如讲咱这大楼吼，啊，就七楼可能无啥用吼，啊，出租100万安尼啦，安尼会使做袂？诶，这当考虑吼。你若做这个首长的时阵吼，然后这种问题啦，那财产有闲置的时阵，那无计划的时阵吼，可以考虑这种东西啦哈。啊，第三象限是你说讲这个减缩投入跟产生这负面的。产出了哈，这个来说明一下 ，A 公司王经理哈，登记这接到这个白铁这个可能取代自己这个潜在对手李处长哈，啊，结果 A 公司李处长在新年领这个年终奖金之后，就率众集体地出城哈，啊，去这个带这20名的员工哦。啊，招揽 A 公司的客户吼，甲去中国遐设一个新厂米企业啦，啊，甲这个产品的回销回来啦，那、啊、就打击掉这个 A 公司的产业嘛。啊，这真侪啦吼，比如讲这个手术房迄个手套吼，本来台湾真侪嘛，啊，有人甲带去中国其他设厂生产了，啊，回销倒来，啊，即嘛。台湾生产的这个手术套子、啊、就已经没了，就没了。好，比如说这负面的产出是什么？21名的资深员工嘛，啊，今年一亿的这个营收嘛，哈、哦，啊，1000万的税后的利润啊，啊，跟1000客户的、哦、啊，另外对台湾整体产业的中短期而言，这种低价的。
销售产生无法评估了，这是第三象限的较麻烦一丝啊啦吼。这样呢，拢无啥好处了，这种，这大家拢无好处嘛，就是员工跑掉了，然后营业下降了，这大家。来看第四个，第四现象主要在说明错误的决策、不当的决策。就是你刚才说的黄继元那种案件，这种哈，投入资源，产出是负产出了哈。啊，贵啊，也贵啊，千万去买一架车，啊，无作用啊，负产出。例如 A 投 A 啊，入新股设一间电镀厂了哈，1000万元。啊，该电镀厂每天实际排放100吨未处理的有毒重金属废污水，这污染呐、啊、哈，无法数量化大量的有毒废气的污染，100吨未处理的有毒重金属哈，以无法估量的这个废气污染，这是一个负面的产出了哈。哦，这是就是有投入，但是产出来是不好的。啊，你看哈，这样呢？哪一个比较严重？这样呢？第四个上严重，安怎讲？因为这吼是，这个是讲做造假嘛，我减少支出嘛，哎、啊、有负面的效果，啊，这个是有正面的投入吼，啊，但是负面的效果，这比较严重吼，就大家不离巧，这个比较严重，这个是减开钱，但是伊。人员工走去嘛，啊，就无薪水的支出，只有一寡节省的，少开支啦。啊，所以这种较严重吼。其实拄仔这个四个现象，这个恁若看有吼，打开啊，就算讲恁执政有准备好了啦，大概一看得懂的话吼，大概要有信心嘞，这无难嘛吼。刚才那个图，不然嘛哈，一本比要大一，简单哈，但是这中国官拢看无呢，中国官无咧用这个啦，这是咱的15期的一个财经的博士生吼，伊写给我的，啊过来吼，伊举一个例啦哈，假设台湾民政府中央财经联席会议决定在台中吼。中港路家建轻轨道啦，啊，预估吼每天有20万人次搭这个车啦哈，然后可以节省15分钟的通车的时间啦哈，啊，每搭乘人次减少汽车，减少这个空气污染的，大概得讲1.2台元哈，啊，总造价30亿台元哈。每年经营成本5000万台元、啊啊、但是建筑时间3年，预估会使每天20万人次使用中港路交通不便、啊、增加10分钟、啊啊、其他负面产出、啊、估计大概就2亿台元、啊啊、其他正产出的话太小就不算了、啊啊、日本的建筑师估计说耐用年限30年、啊，请问这个投资案会使未？你若机会要有过无？啊，你做案做主管，这个案你要采用无？啊，不要，啊，咱来算看卖啦吼。这个产出哈、啊，这个正面产出哦、啊，第一个一个人哦、啊，一天呐、啊、哈，20万人嘛，啊，365天嘛，车票的收入嘛。哦，啊，30年嘛，啊，就是车票收入是安尼啦，一个人20万，365啊台元安尼啦，这个唔知到底漏掉咧吼、哦，一块啦，讲坐车一块啦，坐车安尼来回一块啦吼，啊20万人嘛，啊365天嘛，所以30年就是这个啦，啊第二项是讲做节省时间15分钟嘛吼。哦啊，20万人，365天啊吼，啊，这样呢算起来是点钟嘛吼，啊，这是一点钟
拄仔看的是这样，最低工资3块钱呐、啊、吼，就是最低基本工资3块钱。台盐呐、啊，美金吼、哦，这咱这台盐是甲美金是对那个吼、哦，反正认对，所以讲这个减少通勤时间的价值哈、哦、是16.42台盐呐、啊、哈。啊，减少什么款？因为伊30年无骑机车啦，无赛车，减少这个汽油嘛，啊，减少这个污染嘛。啊，伊拄啊讲估计就是说一年大概1.2台盐嘛，一天呐、啊、1.2台盐呐、啊。啊，20万人嘛，啊360天，所以就8760万台盐乘以30年嘛，所以讲减少这个汽油跟污染吼、哦，26.80亿元呢。这是讲的，这个是在讲说正收入了跟就是减收诶项目了哈，然后看咱爱投入偌济哈，总价造价成本30亿台元嘛哈，那营建成本5000万嘛，30年就15亿嘛，啊负面产出哈，这个3年的时间哈，啊都一人爱加开10分钟啦吼，按20万人365天，所以就只爱乘以3年，交通费啦，交通成本1.095台元，啊，其他负面产出推估就是2亿台元啦。安尼，各家这数字看有无？有啊，爱记啦吼，这档案恁会当，若有需要会当个了。推估者啦吼，总收益就是拄只这个啊。这票价啦，啊，这什么时间啦，啊，就是建造啦，时间啦，啊，就安尼吼，总成本三项各个安尼，啊，一本比是65.12，比这个48.10，安尼话者，安尼爱有贵无？会使贵吼，哦，安尼应该是会当贵，所以会贵袂贵吼，爱计算一下啦，要计算一下吼，啊，这叫上计算。叫恁计算吗？这袂使叫恁计算，只爱叫迄会计师吼，爱甲训练，爱上这节课，吼啊叫咱的总理吼出来甲这个标准来设定出来。咱拄啊，咱迄个29条吼，29条讲啥？以国家公共利益为重，而不适宜适用第一项但书的财务支持计划哈的预算种类跟范围哈。比如讲这个社会福利的这边呢，可以计算这个一本比大小，嘛是会当计算，但是以小于一哈，爱做不？嘛是爱做嘞哈。啊这，就讲这个种类哈，到底什么预算哈，是不适用这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这类哈，这个要总理来调整啊。啊，个一本比的计算标准哈，就大家这个、标准哈，马上叫国务院哈来，由咱总理来，爱来由国务院定制嘛。这是总理的工课，哦，爱定一个标准出来，啊，加这个会计师，哦啊，会计咱的会计师的这以后的哈，啊那考试就过，伊就会当来甲咱算这个。咱一个预算吼，看伊个金额啦，金额大小都伊个爱愈济会计师来算。吼、哦，你讲50万个跟50亿个会计师，一个敢有够？吼、哦，50万可能一个有够，50亿一个可能无啥够。吼、哦，啊，就讲爱，就是说要会计师来帮忙算。那算出来大小，算出来这个一本比的，给咱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看有啦吼，咱就知影讲会做哩，袂做哩，吼，伫遮。啊，这个预算的胡编乱制哦，错误的政策比贪污，你看大家较严重。错误的政策是真严重，因为伊是规个拢歹去嘛。啊，贪污，比如讲这个人啊，我都搞。有白换做无白，啊！这汽油我用这较歹的吼，啊！这螺丝我都卖用正厂的，这款就贪污啦。
贪污是小钱呐、啊，老实讲，贪污是小钱。啊，迄种不当的决策，迄是大钱。吼、哦，迄黄志平这就足明显了吼、哦。啊，这爱处罚无？伊无一定会处罚咯。但即即嘛，伊个拢是叫做行政裁量，要买台车，不爱买这台车，买甲无买，敢有啥违法的问题？这是一个行政裁量的问题啊。要不要买？这是主观的行政裁量，所以。中华民国无法度甲罚呢，没有办法罚他。虽然讲真恶质，比贪污阁较严重，但你无法度去罚他。啊，但是咱那是有拄啊，迄二十九条迄个规定哦，你一本比小一吼，你阁去买吼，安尼会安那？安得违法咯、哦，这不是行政裁量哦，这个就会有违法的问题啊。了解吼、哦。啊，这个。黄志平的啦吼，什么花了六亿采购这救灾指挥车，不堪使用，开来个不堪使用。安检科长的时阵，5000万扫描安检用的，马敦雷惠铁，啊这什么，那微波什么前进指挥车，各个马拢无用，你一个这也无偌大官呐、啊。我那真严重吼，决策出问题啊，这种决策的问题，哎、啊，这其实伊，你讲伊唔知影吗？他知道，他一定知道。只讲吼，咱要证明伊有贪污，这是一个真难的代志。我规矩甲你规定这就好。你一般比小一，你佫甲我做啊，我就甲你修理啊。那总理讲这爱适用吼，啊，你佫做安尼，安尼就爱修理啊。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就是我们要跟这个流氓政府不一样的地方啦、哦、就关键就在这里、哦、预算法中如果说有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的规定、哦、可以作为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一个客观的认定标准、哦啊、议会的审查的时候也可以排列优先顺序、哦、并有一个因删以回标准，要不要删呢、啊？哈，这个会有一个标准。啊，讲一个人事费用的问题了嘛，人事费用嘛是有这个问题啊，哈。假设这个新三年哈，某一个林区了哈，伊新三年若五个人的时阵吼，每年被盗林木10公顷。啊，若是新三年10个人的时阵，每年被盗5公顷。啊、如果说每年减少被盗5公顷的林木价值，啊，若高于五名新三年每年的人事总费用的话，那一本比大一小一，安、啊、尼就大一，安、啊、这五个人会当请未？安、啊、尼就会当请吼，啊，就是安尼去算啊吼。啊，刚恁做主管的时阵就是就这样子算啊，这个一本比大一小一的问题，啊，佫加佫一个例啦吼，这。某县哈、哦、主办区运会哈、哦，区运会大概有了解了哈、哦，啊花了几十亿元哦去盖这个运动场馆，啊办完区运会后啊这边啊，区运会办好啊，啊在场馆边啊，伊要编列哈、哦、1000万的，这是桃园的哈、哦。编了1000万的员工薪资外哈、哦，啊各位什么水电什么管理费啊9000多万。啊、然后他的运动场、哦、出租、哦、1年3000万、啊、一年亏损多少7000万、啊、该县的财政局立处委外经营、哦、每年可免除上开亏损，这财政局长是我们的总理、哦、他说他注定说要委外经营、啊、你自己经营了7000万、啊、你委外经营我收一块就好了，有人要来租吗？我 这大间租你一块就好了，好不啊，人来买租，人伊唔知安那用，咱唔知啊。咱虽然租一块，咱会当赚偌济，咱人节省7000万嘛。啊，那一块伊遮大个物件，互伊用，伊晓用呢，伊毋是袂晓用呢。啊，但是吼，这县府到尾也无同意，啥物无同意，你知无？关键伫呾，你知无？有人知无？因为这1000万哦。员工薪资，员工都要薪，都要员工在无？
拢是遐个议员啊，是啥物县长因啥物人啊，有诶无诶？啊，遮个讲甲抬条啊，抬沙头安尼，叫伊转草药鱼安尼转去安尼，你想？即个既得利益啊，即一千万为着即一千万来了七千万诶，安尼，若拖后背啦，规气我一年吼安尼一千万互你吼，啊你离开安尼吼，我嘛搁省六千万诶，对无？啊，搁会好咧。啊，但是就讲，因无迄个一本比小一不得执行的规定哦，所以咱个总理甲迄教育局争吼无效。伊讲伊个行政裁量，你有法哩？无法哩？嘛是安尼，即摆嘛是安尼吼。所以这就是讲，一本比的规定，安尼教育局就敢担这个物件，对吧？教育局财政局讲，你安违法哦，伊敢敢去坚持？伊都唔敢，啊，佮记一个例啦吼，要建一个桥啦。如果事先评估吼，这个每天100个人使用啦吼，啊，每个过桥的人来回可以节省3个小时啦吼，而且节省的总时间每天就是300个小时啦。啊，平均劳动收入如果说每个小时200块安尼啦吼。这台币啦，啊，得到一个具体效益，就每天66万元嘛，来回时间的效果，啊，一年365天，啊，就2000几万啦吼，啊，那用50栋，就是10亿几啦，啊，这个较简单的吼，啊，造了桥后吼，景观改善，令人心旷神怡，也会产生会具体效益啊，啊，这个会具体效益没有明确市价可以估算呐。啊，它的价值多少？人之互见的哈，所以咱呢，拄完迄个比较高调规定讲哦，上限不得超过30%，哦，上限不得超过30%，啊，合计的14亿2350万呐哈，这是效益。啊，你造桥会用了大于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表示一本比小于一嘛，对不？所以你就袂当这条桥就袂当起啊，哦，啊，这都就是讲清楚了。所以这个一本比的用在哪里？几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得上哦。公共的财务资，你若有爱开钱的，这拢算得出来。啊，至于讲有些东西是不适合啦，当然我记得社会福利这个，诶，总理会讲啊，这种人卖法院啊，开法院啊，要收钱，这蛮麻烦，所以法院就不用了，不用去算这个东西的哈。啊，这到底要安怎吼？咱就一个预算，安尼也一圆圆安尼吼。啊，偌济要多少要适用这个东西哦？由总理去画了。啊，总是有一挂吼会用到啦，总有一些会用到。啊，你慢慢来去用哦，啊，就这个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哈。这张反正换一个主题了哈。这个相片应该大家拢有捌看过了哈，有没有人没看过这个照片？有无？哈？捌看过啊？真的哦？这有这个 AIT 有看无？啊，这是美国撤侨来台湾的时阵呢，海关呐、啊，美国撤侨来台湾的海关是 AIT 办的，这件代志知无？知吼，啊有人唔知啦吼，甲恁讲提醒一下，这就是安那美国撤侨来台湾海关是 AIT 办的。这海关是代表主权的，中华民国有主权无？无嘛吼，这看只足清楚的。啊，这个吴敦义讲。他希望 AIT 能够让中华民国移民署帮助 AIT 在机场的通关手续，并希望把 AIT 的美籍工作人员调回台北，继续办理这个业务、签证的业务。啊，这样有讲清楚无？伊无主权吼，吼、哦、对无？伊无主权。啊，你当时才知伊无主权？来上课才知吼。他没有主权的。啊，那酸的总统是什么总统？
迄敢叫总统？迄嘛毋是总统哦，迄个郭台铭啊，有伫咧选了时阵，甲即个美商伫遐食饭啊，伊伫遐转倒啊，讲恁来拢无叫阮马总统，啊叫阮马先生安尼。其实美国人真清楚哦，你不是总统啊，毋是无政府，有政府啦，但是伊都无承认，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嘛，伊是统治当局啦。这个敢知？捌看过无？哈？啊，下下加即排，台湾 Defense Command， 这知无？这边的翻译敢知？台湾防卫司令部呢？这不是，这不是台湾协防司令部，你拢听到是台湾协防司令部嘛？哦，对不？捌听过台湾防卫司令部无？唔捌嘛？啊，这是美国人出册。这是美国人出的迄个一本册内底的物件啦，伊就这是美国军事当局的《台湾关系法》内底嘛有讲呢，第三条第二项哈，美国总统跟国会哈将依据他们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哦，遵照法定程序来决定提供上述防卫物资及服务种类及数量啊，对台湾防卫需要的判断包括美国军事当局。向总统及国会提供的建议时的检讨报告，这是台湾关系法里底的规定哦。伊内底有一个军事当局，军事当局，你捌看无？捌听无？即摆你去变嘛有哦？台湾关系法里底有这个物件。美国军事当局哦，这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uthority 啊，这个美国军事当局是啥物件？就是 USMG 啦，军政府啦，这就是军政府。啊，是军政府是什么？美国国防部内底的物件。啊，这个协防还是防疫？你看台湾，美国在台湾是协防还是防疫？要协防的举手一下，有无？因为美国在台湾是协防的，伊唔是哦，伊现在是防疫。因为台湾是个占领区嘛，占领区当然是要伊要防疫啊，伊毋是协防嘞，啊那金门妈祖嘞，那个地方叫协防哦，毋是占领，还是别人的所在嘛，所以伊个到协防，哦，这足清楚的吼，啊，这中华民国拢甲咱误导啦，很多误导，啊，即摆呢，大家够有清楚这个问题无？协防啊，这个那防疫的时阵，伊会当撤离呗？我不爱搞，我来走安尼，会使未？未使吼，所以台湾有美国军事政府无？有哦，是伫台无啥清楚尔，但是有哦，法律上是有哦。啊，咱过来看迄个，拄仔一张图啦吼。即来一千个人，爱开一个窗口。来了一千个美国人哦，他开了一个窗口，海关啦吼。啊，若来五万的，要开几个窗口？可能爱加开几个吼。啊，海关总共有几个窗口？无限的吗？有限吧，大概二十个嘛，三十个而已嘛。啊，这若愈来愈侪时，这海关的数，这三个，即马三个窗口嘛，一个 AIT 嘛。后港若愈来愈侪时，这扩张呢，这嚣张呢。啊，若嚣张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哦，那讲五万分的 AI， 这个咱的身份证啊，去五万分的时阵，美国就开卡嘛。啊，安尼到时要哪个海关通关？就类似 AIT 这个窗口嘛，对不？啊，若讲有一天咱去美国通关的是 AIT， 啊，咱若经过 AIT 就免签证啦，你知无？啊，其他的台湾人看到会安怎？会想要来未？一定想的嘛！啊，要去为了绿卡去啊做美国佬，伊嘛要去嘞，对不？啊，再来办一个，这個、较是简单啦吼。啊，那安尼，这個、会成功未？爱、啊、会老会未？
安全吼。这都真简单的代志啊，这样啊，这变成结束流亡政府第一张骨牌，可能就这个东西哦。所以各位爱去申请这个身份证，有人爱未申请无？哦，爱申请吼、哦。好、哦，咱第一月七八，咱就完成初审合格证23个呀，授权这个培训了哈、哦。2月4号那个有32个，6月2号有19个，啊，今嘛第四届哈、哦，9月22号要个办哈、哦。各位，恁也是有这个台湾公民的身份呐、啊，还是讲做台湾准公民的身份哈、哦，拢会当来参加。欸，我讲安尼，恁听有无？台湾准公民，听有举手。你听有无？准公民是啥物款？啊？嗯。不是提出申请啦，准公民是讲做吼，迄一个资格啦，无迄无准的问题啦，那个没有准不准的问题啦，我跟你讲。非本土台湾人 PDW 哈，就是准公民呐。啊 ，PDW 是啥物事哈？伊就是恁翻一下第五条嘞，来翻一下《公民权利法》第五条，翻一下。你做隔壁迄照一下，照一下。有人要甲念一下无来？少年呢？翻到了没有？第五条，伊伫讲啥来？有人要念一下无来？第五条讲啥？父或母一方为台湾人，啊，伫台湾有户籍，这叫做什么话？这叫啊？哦，欧韩籍对，啊对吼，这就是欧韩籍，欧韩籍就是准公民呐、啊，伊甲咱足共的嘛，伊一方是爸母是甲咱共的嘛，迄叫准公民，啊是台侨，什么叫台侨？台侨是台湾人啊，爱住伫移民较早的白色恐怖走去外国去迄种的吼，迄种叫台侨。华侨是甲咱无共哦，华侨伫中国走去的，啊？诶、欸，华侨跟咱无共啊，华啊，中国人伊是中国人嘛，走到倒伊嘛是中国人，吼、哦。啊，就讲啊，这个非本土台湾人吼、哦，在本法实施前吼、哦，参加台湾民政府举办的研习会啊、哦，协助推动的话哈、哦，可以早一点取得这台湾公民的身份啊。这台湾公民的身份证哦，有真济好处嘞，恁够人请。有没有人申请？哎、欸，摕一张来，好，大家看一下。嘿、欸，你看，你家己看吼，伊顶头有几个台湾？你捌注意看过无？泰国的台湾，哪五个伫倒？正面几个？啊，正面的。有12个吼，胡水印你看无啥有哦，胡水印内底阁有字哦，这表示啥物意思？这表示这是一个你看无啥有嘛，哎、啊，有一个角度在看，这个表示还蛮精密的哈、哦。啊，伊阁后壁阁有一个晶片，这个晶片的技术是目前伫银行伫用的。这个晶片会当创啥，你知无？伊内底有相片，基本资料啦。啊？欸，你要过境的时候，你要讲这边 I94 恁知影嘛吼 ？I94 是迄个台湾人要去美国迄个入境卡。哎，即马改做讲，本来是讲台湾人的国籍是叫做中国台湾嘛。哎，即马7月22号伊个改做台湾。哎、欸，改做台湾，
请问你后天去美国的时候，你填这个入境卡，你填你台湾，你凭什么填台湾？你若是无咱的身份证，或者是你阁是摕这个中华民国的护照，你要怎证明你是台湾人？这个以后会出问题哦，哦，其实已经有人出问题啦。就讲你要去美国，你要入去，你要怎证明你台湾人？你无台湾身份证，你要怎去证明台湾人？这个会有问题哦，哈。啊，这就是，啊，过来，那讲到这来哈，啊，过来，什么叫台湾公民？知无？台湾公民，台湾人，台湾人要哪证明？哦，你看第三条，公民权利第三条规定吼。规定安那？伊规定伫即个1945年9月7日进前，1945年9月7日进前，伫台湾有户籍的人及伊的后代啦吼，即个人叫做本土台湾人。啊，那1945年9月7日来这人呢？这人就不是啊，那是中国人哈。啊，什么叫台湾居民？知无？第四条的啦哈，简单讲就是讲做哈，在台湾有户籍的人。哦、有户籍成本的人就是台湾居民、哦啊、还有一个瓦罕籍那是叫什么瓦罕籍准公民、哦、刚才有说过瓦罕籍第五条的、哦、这都公民权利法都有规定、哦啊、你们有人要来、啊、什么叫非台湾居民、啊、非台湾公民、啊啊、有一种叫外国人陪你入境那个马去了那个那个案子里面有一个日本人嘛，他叫做外国人，但是日本人日本人跟美国人是有点不特别，他如果是有在这里居住、哦、他那个会有准公民的问题，住超过三栋、哦、有准公民的问题的、啊、这是你们有要参加那个审核无？9月22号那个参加考试无？啊，你考试你若通过，你会当审核这个公民证吼、哦。啊，这是有恁参考啦吼。拄、哦、仔有讲台湾公民恁知影嘛吼、哦？啊，台湾居民恁嘛知啦吼、哦。啊，准公民知影啦吼，第五条的吼、哦，3、4、5嘛吼。啊，外国人。这在无国籍的吼，叫做 D 啦吼。啊，这有一挂题目，恁来看一下吼。在台湾有户籍、流亡政府的人，这叫什么人？这是 A、B、C、D 哪一种？啊 ，D。伊有户籍呢？这。哈 ，B 吼，啊 B， 啊 B 是刚才较掉一数啊，伊有户籍啦。咱如果讲什么叫居民吼，就是讲户籍的叫居民。啊，有户籍啊，老爸也是中国人，老母也是台湾人，啊，这呢？准公民，这叫瓦罕籍嘛吼？啊，有户籍。啊，台湾无户籍，老爸也是中国人，老母也是台湾人，这呢？这叫什么？这叫准公民吗？伊无户籍嘛，这是叫做，比如讲台湾人嫁去中国。啊，底下生囝，迄个囝就是啊嘛吼，迄、叫外国人啊吼。啊，伫台湾有户籍，老爸是中国人，老母也是南非人，这叫啥？外国人，这有户籍呢？嗯，台湾居民啊吼，美啊吼，啊过来，
有台湾台湾户籍，啊，老爸也毋知，啊，老母也台湾人，即种咧。台湾人 A、B、C， 哈 ？B 哦。好好 ，B 的人举手。哦，真巧吼，这 A 吼，这是 A 吼。啊，你台湾有户籍，户不详，经中国人认领，母为台湾人，这种呢？有户籍哦，户不详哦，啊，经中国人认领哦，这叫什么法？认领什么法？你知无？认领是什么法？收养下骹这种叫收养，啊，这是呢？认领呢？认领是什么？要先搞清楚啦。认领就讲做伫外口甲人生小三生迄种诶，啊，有血统，有血统吼，爱甲上有血统，中国人有血统嘛？啊，你这叫什么人？这叫准公民啦、啊，哦，母亲是台湾人嘛，伫台湾户籍嘛，啊，过来这个。在台湾户籍，啊，父不详，经中国人收养，母为台湾人，这种呢 ？A、B、C、D 哪一种？收养是无关系哦，认领是有关系的哦，收养是没有关系的哦。啊，那个这就讲无。互不详嘛，母为台湾人，这是叫什么？这叫台湾公民哈、哦。所以这个考试好考不好考？不太好考哈、哦。啊，过来跟问一下啊，四会题哈、哦。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哈、哦，每个人今昔有日治时代成本对不？有人讲唔对无？来，唔对举手来。安尼全部错哈、哦，这条唔对哈、哦。啊，那无啊，这有共有的问题，共用的问题啊。你若签好，你儿子再来请，还要不要？共用户籍集团本的变啊。啊，过来何人要不要？何人是不是公民？何人你认识吗？认识啊、哦，他是不是台湾公民？啊？不是。你选一个第六条，你选一个。啊，有特殊贡献无？啊，恁没有，恁没有公民的身份无？没嘛，对吧？啊，伊是不是？啊，伊有日治时代成本无？安尼，这条答案对啊错？错了哈。啊，这里原住民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可免付日本时代成本，对吧？对吧？对的人举手。不行齁，这个也是错齁，都要付啦齁。嗯，原住民也是有啊，他也是有户籍成本啊。日本是统治全台湾的，他是征服1919年的征服台湾全部啊，所以他原来有户籍，所以他也要付这些日本时代成本。只是说日本人的原住民高沙族齁比较日皇民化啦，所以他们的较早遐拢改名，比较不容易比啦。但是他还是有。哦，啊，什么叫台湾公民、准公民？说明一下哈、哦。第三条跟第五条，这就是咱初审人员可能爱了解的问题啦哈、哦。啊，大家有兴趣再，甲有兴趣人讲也可以啦，就这样子啦哈。哦啊，你这俩搞不清楚，你们哪去审核？哎、欸，那一个中国来，中国人来这里考试通过了，可以吗？来给咱审核啊呢，好不好？啊，这会使不？这袂使哦，吼，不行哦，外国人来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哦，吼。啊，这你叫一个外国人来给咱审核，这唔对哈、哦，所以这个。咱都有讲啦吼，非本土台湾人 PT
PTW 可以，准公民可以的哈，准公民可以，但是那个居民啊，还是外国人会使来这申请未？未使啊哈，未使来考试啊哈。啊，这，好，咱搁换一个问题啦哈，毒品的问题，这。咱有一个政策叫做海洛因吼医疗化，除刑不除罪，捌听过无？捌听过这个问题无？唔捌吼，除刑不除罪吼，法务部的统计吼，食这个毒品的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吼，有23万有前科，捌看过这个数字无？唔捌，我见吼，七成以上是海洛因啦吼。海洛因的威力是安尼啦，药效是七八点钟食一盖啦，所以伊一天要注三盖，一盖1000块，一天2-3000块，一个月9万，一年100-800万，伊这钱要对来，赚来拼来，拼来啊吼，这毋是赚来吼，啊这拢是社会成本哦，大家毋知有这个经验无吼？我是讲要去遭遇这种问题无？去用拼去有无？啊，捌看无？看应该是有啦。23万人，23万人，70%是海洛因啦吼，所以有16万多人吼是海洛因的人口，真恐怖。23万70%，啊9万块一个月，12个月嘛，伊的市场是安尼哦，17亿，1700亿哦，有大无？哎，若加上二级毒品的话，会有2000亿哦。啊，这是2000亿是消费市场哦，第一级的。啊，小盘洗一届1000亿，中盘阁洗一届500亿，啊，走私的250亿，所以伊这个结构吼、哦、是超过3000亿。咱的毒品市场超过3000亿哦。啊，你知影联邦政府的国防预算偌济无？大概啊，安尼吼，不到这个数目哦。你买军火买一大堆吼，嘛无遮个钱哦。哎，毒品市场有大无？大吼、哦。啊，警察的预算偌济？警察的预算搁较少啊吼，甲军方比较起来，一丝仔囝尔。所以伊一丝仔预算，干嘛都去围剿这个市场？啊，人钱比较济呢，你免哪去人抄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人，所以你抓根本就。抓不胜抓啦！哦，啊，那这个人，即马讲，拄仔讲的吼，即除刑不除罪吼，就是讲医疗化，医疗化是除刑嘛，伊本来爱关卖关，甲即个2010年预算吼100亿啦，监所法定总额54000人，100年的时阵，政府联邦政府预算吼100亿关人啊，监所预算100亿。啊！要关54000个，平均关一个人要开18万几块啦，18万多啦，18万5185块钱。但医疗化每人大概只有5万块就好了。啊！你要甲关，还是要去甲互伊去治疗？啊！治疗是食免钱的哦，健保毒品健保，好不？好人家就来。哦，袂歹哦。啊，大部分拢无要举手，啊，还有疑虑啦。我们这其中吼、哦、有64%是这个，大概有40%是食毒品的，干嘛内底有40%是食毒品的？还有20%伊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劫迄种的，所以有60几%是这个甲毒品有关系啦。所以毒品若处理好，治安好无？好吼。就讲36000人甲毒品有关系，啊！你若讲即个36000人拢去治疗啊，食药啊，食这毒品食免钱安尼，好无？好，好，安尼不哩先进吼。但是，你若讲甲这個毒品的吼送去治疗吼，一年吼一个人要开50000块，啊，36000个拄啊开18亿，要算一下无？18亿，啊，减少吼减一半去嘞。
哎、欸，对啊，三万六千个走去啊！哎、欸，本来关走去病院啊。啊，诊所检内伊爱开一百亿嘛吼，有六十四亿是甲毒品有关系，咱就切一半就好，切讲三十亿来指引就有够啊嘛，有无？检内三十亿，卖因为干嘛都空去啊嘛，咱就爱本来开六十四亿，啊，咱嘛检内三十亿来成立个基金会啊，爱甲这个医院结算。结算啦，安尼健保嘛，安尼用着啥个钱？啊，无用着国有的钱啊嘛，对不？本来嘛是要关因的遐，啊，佫有剩的，这佫有剩的，啊，连带减少二三十万个财产犯，社会减掉怎？伊无经济压力，没有经济压力，减少了二三十万个小偷，卖毒品都无头路，对，失业。对啊，咱该抢生理啊，啊无你要警察变愈济安尼掠来关安尼，敢好？我看无介好。我看嘛免啥个清查，你都拢开放开一摆，因为咱若鉴保的时候，咱也真侪毒品嘞。嘿啊，啊若安尼，这都无趁钱啊！伊进毒品来，无人要甲买啊，啥物甲买？我鉴保拢免钱的，啥物叫来买？哈？啊！啊！你无这有条件，你若食毒品去，互警察抓到，啊，送去检察官遐，检察官甲你问讲，你要去关，还是要去治疗？啊，若要治疗，你要去检查，医生检查会使，啊，你就毒瘾嘛，啊，你才会上去。吼、哦！啊，这样落去吼、哦，地方的医生遐医生哦，加二三十万那种经常性的客户哦。地区性的医院啊，有无？伊拢去遐食嘛，啊，就经常性的客户，啊，这安尼对咱的医生医疗系统应该是有帮助的。但是有人会失业吼，突然被毒品的失业。前面医疗化，监所少了一半的人犯，啊，警察啊，检察官、法官减一半的工课，有无？啊，伊会当创啥？别人案件咱。办案件的时候会更仔细一点，烟意少一点呢、啊。啊，这可以减少一些烟意了，因为时间较济啊，看较详细一点。瑞这药瘾医疗化雏形不足税的效果，瑞士试验的结果，海洛因哈、哦、医疗化健保几乎约两三年后哈、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断瘾，先来断瘾你知无？因为哈、哦。你本来伫病的时阵吼，八点钟才做一届嘞，迄有快感无？那个会不会有快感？有啊，啊这那医生护士甲你做，你有感还佫有快感？无啊嘛，啊你一个负担嘛，啊负担久就先啊先就断解起来，对无？安尼爱佫甲变心无？免啊吼，啊这。三分之一的人做减害疗法，啊，三分之一的人啊，就中毒较深，继续食。安尼市场会不会扩张？如果讲乌市的市场不会了嘛，一定要萎缩了嘛。还有一项，艾滋病的感染哈、啊、会减少，艾滋也会就是，你讲高着四年时艾滋病哈、啊、有3399例，其中药源艾滋2463例的，72%是跟毒品有关的。这个艾滋病吼、哦，一人伊是法定传染病嘛，一个月要开2万块，一年开合合起来安尼开15亿啦，平均一病33年，啊，就讲要开500亿等伊。安尼来药源医疗化，这条是哪样个？因为伊不会共用针头啦，他就不会共用针头，就不会去感染。啊，这一本咱到尾还是算一本比啦吼。这市政卫生局甲咱算好，讲1:12，安尼会做哩袂？吼、哦，这毋是咱家己讲的吼，这是人甲咱算的。啊，世界卫生组织2040年报告，每投入1美元吼、哦，可以减少12块美元在植华、施华医疗方面的支出吼、哦。这无算一项，病来迄项也袂算着。吼、哦，这个。
爱有啥坏处？这人去治疗吼，这个医疗化唔是咱发明的，这瑞士嘛有啦。咱看这墨西哥吼，毒品的战争吼，十万的毒枭对抗13万军队，啊，这消息捌看过无？这美国阿伯啊，美国后面哈，卡尔德隆上台后打击这个毒枭六的首患啊，首要的任务啊，政府投入禁毒的资金超过46亿美元。啊，墨西哥媒体称这墨西哥毒品战争啊，2006年开始到现在死了2.8万人，40来个美金呢，我那几千亿的台票呢。啊、美国司法部估计啦齁，就是收益是130亿美元到480亿美元。啊，你想伊的预算46亿，四年46亿啦，这毒品市场上无嘛要100几亿，安尼这个战争敢拍赢？拍袂赢，我看是歹赢啦。何况说，这个估计好像要偏低，这个计算偏低。啊，就讲，就这个数字，去年哈，这是2010年，去年超过6500人在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中丧生了。啊，同时是阿富汗冲突2400人，哪一个地方在打仗？安尼看起来，啊，媒体敢安尼讲？大家拢嘛讲阿富汗伫打战，对不？啊，其实较严重的是伫墨西哥。啊，这样会刷袂？这个袂刷哩吼。所以咱若成立这个拄仔迄个药引医疗化吼，一年编列吼30亿啊，减缩啦，甲应该到底干嘛？甲减缩起来，成立一个基金会吼，啊，同啊甲医院结算，啊，马上累积经验，同啊跟世界接轨，爱开着钱无？全民健保呢，免开钱哈。这我再去找资料了哈。墨西哥一篇新闻报道，根据美国缉毒署的估计哈，墨西哥毒枭掌握北美每年1500亿毒品交易市场，更大。缉毒署的估计更大。啊，现在战争美国更怕呀，美国这个战他是打不赢的。因为伊用咱的方法，对不？这因的，哦，这惨不忍睹的，用军队去抄这毒品哦，我那爱输了，13万的军队去抄嘛是输，教输不过。我、哦、这个拄仔看到28000，即马已经45000啊，40几人啊，继续用掠45000人，干嘛拢关这啦？啊，这实在是，最后甲恁讲一个问题。这西伯瑞索斯捌听过无？捌无？有没有人听过这西伯瑞索斯？这叫做民事资源呐、啊，公民资源买菜，民事资源呐、啊。什么叫民事资源？我记一下吼，1969年，这个1967年，以阿六日战争吼，以色列占领的加萨走廊、西奈半岛、东耶路撒冷跟戈兰高地。啊，1980年吼，这个叙利亚吼，嘛这个以色列40%的水是来自于戈兰高地。啊，叙利亚去啊控股，去联合国甲告，讲你安尼滥采资源安尼，滥用资源啊。各个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说以色列这样子违法，因为戈兰高地的水拢叫抽去因兜用啊，啊，当地老百姓啦，就欠水啊嘞，所以叙利亚去遐告。但是伊是占领区的占领军事政府，伊上大呢，啊，甲国安干咪赢？
联合国还是结议他不对哈、哦。虽然他是军事政府，但是讲咱台湾嘛，一个军事政府啊，美国军事政府啊，真大对不？啊，伊会当去水拢丢丢去因兜去呗，袂使哈。这叫做民事资源，唔是一贯的，一贯的是军事资源，伊唔是管民事资源。啊，我等下，慢一阵，漏了一个例哈。这个啊，过来哈，美国怕这个伊拉克为着啥物货？石油。啊，这个海山有美国入去伊拉克的时阵，海山走了一步，啊，有叫吹到无？啊，有叫审判吊死无？啊，伊叫。伊占领有啦，有吊死嘞！占领这个伊拉克十年啊嘞吼，然后哎，吊加罚加判刑的是哪一个政府？跟美国？唔是哦，是伊辅导出来一个民政府哦，嘿，是民政府哦。啊，然后这个民政府再变作准临时政府，再变作伊拉克政府。啊，美国底下占超十栋啦吼，我无去加注意算，这阿公加确认者十栋。啊，有去开采石油无？伊毋是为着石油，啊，有去开采石油无？啥物人开采？伊军事政府咧，遮大个呢？迄叫公民资源吼，民迄叫 civil resource。啊，等这个伊拉克政府大起来时阵吼，伊就撤退啊，美国就撤退啊嘛，即摆已经撤退去。啊，撤退了，美国石油公司就来，啊，来甲伊拉克政府讲。啊，讲的这个利润哈，伊拉克可以加一倍，就石油部给他多一倍。这伊拉克真戆，伊拉也开公开招标，中国来啊，是苏联来哈，啊，就同我降低啊嘞，安对不？安会使不？可能无啥会使哈，因为这个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扶植起来嘛，啊，但是这个西部的措施哈。先啊，就是讲，迄是民事主管，所以美国虽然说很大啦，还是不能直接开采，它要透过民政府才可以哈。啊，台湾即马南海真长老者啦，我刚刚讲，南海那些石油是属于谁的？南海属于叫上诶，台湾的哦。卖讲了新闻哦，日本天皇底下的台湾的啦。台湾民政府的啦，讲个，哎，啊，中华民国政府会当代表未？谁啦？唔对啦，伊叫做军政府啦，军政府会当管民事主管未？未使啊，对不？哦，啊，我伫研究这个问题，我讲美国伊伫台湾有啥物利益啦？第一个是战略利益嘛，第二个就是。这个资源的问题，我是讲要写一个说题，甲这个美国的石油公司讲，讲只有美国占了久的石油，恁当来开采啊。啊，结果我忽然就一个问题，讲一间美国公司吼，去甲中国讲好要来遮开采啊，恁听到遮有啥物感觉？这不对吼，但是伊甲今嘛个1992年的代志，甲今嘛拢甲因的政企会申报讲有这个企业哦，伊真正经还是有。上市公司哦，但是伊当阵啊定的时阵吼，迄个中国讲，伊要派军队来保护这个探勘的迄个探勘的行动，结果安怎来知无？伊去遐探勘了三天吼，就叫人赶走啊，叫上赶走知无？唔是，叫越南赶走，到今嘛阁叫人赶走。啊，咱对这件咱要哪处理？咱是不是爱甲告这个美国这个公司？对吼，啊，告这个公司，伊会想要赢，想要输，你来看卖。伊要赢吗？还是要输？你想清楚哦。伊若赢会安怎？反正若判伊赢吼，安尼讲，这南海拢因个咧，拢中国个咧。安尼美国敢会做这种判决？啊！伊还佫走去啊美国石油公司，还、啊、去佮中国签，啊签佫袂开采哩，佫去越南赶走，啊拢玩假的嘛。啊，若拍伊若互输安尼，会安怎？互输是毋是爱就确定这是台湾的？啊，媒体安怎讲？媒体一定甲骂讲你这
你占领的所在，你太无顾好，会袂？安尼美国出兵是安那？有合理的借口无？有吼？有啊，但怎么会没有？伊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是占领全国啊，啊，这么换你判光州，这是台湾政府的啊。啊，但是去予越南占去嘛，啊，所以但是你这甲个地有关系啊。啊，媒体就讲你无顾好啊，对不？啊，安尼出兵就变作安那？合理啊，有一个事出有理啊。啊，无即卖拢都不选边站嘛。啊，若怕这个关系，迫使他必须要站出来。啊，台湾政府安那会扑起来袂？会赢吼？会赢。好啦，今日时间到，我报告到这。好，谢谢。请起立。起立。楼卡吃饭。